不是你大晚上不在家，你跑我这儿来干嘛呀？白天才说要保密的，你晚上自己自爆啊？人家离家出走未遂，正烦着呢。肯定是书包里有你的名片被暴露了。名片啊？ 我妈和她的闺蜜有个小团体，叫七仙女剑舞团。这么才六个吗？我哪知道？可能七仙女的名头更响亮些吧。他们来了，你扛住。包在哥哥身上。嗯。姐，我说，我全都说。 伸头一刀，这缩头也是一刀。你早说晚说都得说，还不如早说早了。还是我自己说吧。你怎么没早跟妈妈说呢？我现在没事了。 乐乐都跟我说了，我真不知道孩子承受了这么多压力，是妈妈不好。确实，我平时对哥哥的关注太多了。没事了，妈妈。对不起，乐乐。没事了，妈妈。你看。 明天能不能给五约一个亲子鉴定？不用了，妈妈，亲子鉴定一定要做。妈妈知道，这个事情你一直有疑惑，所以我们不能绕开这个事情。妈妈一定要给你一个结果，这样才不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个结。好，那明天就给你们办个加急。谢谢。哦，对了。 你的腰，哦，没事儿，也没怎么伤了。对不起啊，兄弟，对不住啊，以后咱就朋友，叫我老七就行。嗯，是啊，这样你看这么帅，肯定是好气质温柔的，就是我们兄弟，长得怎么哪是坏人不人呐？ 傻孩子，你肯定是我亲生的呀，这还能有假吗？乐乐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我早就放心了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事情要跟哥哥说。好，那我在外面等你，好吗？那我也先出去。
既然你们两个还有秘密要聊，你知道吗？终于知道为什么妈妈对哥哥比对我好了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妈妈说，我和哥哥小时候都去测过智商，因为我太聪明了，所以妈妈认为不用怎么鼓励我、管我。 我都可以学习得很好，而哥哥呢，稍微差一点儿，他就得多上点心。不过，这是个秘密，是他不得已才告诉我的。乐乐，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好妈妈。 怎么啦？又知道什么了不起的大新闻啦？干我们这一行，虽然常遇到那种特别毁三观的事儿，就像人心的自私、人控制不住的欲望那些，但也常遇到那种特别温暖、能激励人心的事情，就让我觉得。 干这行特别值得，你知道吗？七仙女他们告诉我，其实他们七仙女原本真的有七个人，老大是人民警察，当年突然遇到一个火灾现场，她和身为消防员的老公进火场救人，结果都牺牲了。 就留下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。虽然国家对烈士遗属有相应的政策，但他们六个闺蜜决定一起保守这个秘密，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等她18岁，再告诉她这一切。所以说，老大的孩子现在就是乐乐的哥哥。乐乐他妈呀，想用尽一切办法。 把自己所有的、最好的，都留给他闺蜜的儿子。可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他忽略了乐乐。嗯，所以说呀，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的，背后发生了什么，真的我们预料不到的。对呀，可不能只看表面。当初我说的事情背后肯定还有隐情，你也不相信，看表面。 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因为我年纪比你小，所以你才一直考虑到现在？东明叔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 下午的时间全都留给我啊！什么事儿啊？上次那个刘总你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个来给我咱们这儿做亲子鉴定那个刘总。哦，就是那个说孩子长得不像他，做完鉴定之后发现孩子真不是他的那个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现在呢，媳妇儿不是25吗？整整小他25岁那个。哼，你猜现在怎么着？还要做呀？嗯，错。 这个刘总啊，他回去之后痛定思痛，下决心一定要找出这孩子他爹到底是谁，所以，他一会儿下午要来咱们这儿一口气儿做十几个检测。十几个。来，刘总这边。大伙儿。可不是嘛。 你说这人也不简单，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，到现在都没有跟老婆摊牌离婚，一门心思想要查那个孩子到底是谁。你说
这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心里就能好受一点。其实我调查过，现在有一种心理啊，这叫做猫捉耗子心理。什么意思？其实他已经有了证据，但他就是想要所有的细节，然后慢慢的琢磨这只耗子。你最近写作的文风是不是有点偏了？我瞎琢磨了。 对，您的外卖。来，辛苦了啊！多请大家喝咖啡。谢谢。客气，谢谢。这咖啡不错。 这里呢，是11份检测样本，我用英文字母已经把它们标注好了。我想把这些 DNA 跟孩子做一下亲子鉴定。这11个，您确定都要做？确定。你看啊，这个 A， 他原来是我老婆的同事，以前呢，经常讲黄色笑话，当着我老婆的面也毫不忌讳。有一次，我居然看见他们两个同喝一杯水，还有这个 B， 他是我的麻将搭子。 他每次来我这打麻将，只要我老婆一走，他打几把就找个理由就走了。还有这个 C， 他是我的邻居，本来没什么异样，但是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长得跟兄弟俩似的，这个我就得怀疑怀疑了。还有这个 D， 好了，刘总，我知道了。不过有些人的检材如果没有可用细胞，那鉴定是出不来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继续采集，只要不打草惊蛇的话，这些人已经跟我处成朋友了。哎呦，刘总。 那您可真是厉害！我就想知道一个真相，因为我太了解我的老婆了。就算我跟她摊牌离婚，她也还是不会告诉我孩子她爸是谁。阿姨姐，您把东西收一下，您跟阿姨姐去办手续。哎，哎，刘总，我们这就请。 诺信要开分所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听说了？这没道理啊！哎，他们诺信不是有不少单都跑到我们安和来了吗？这还能开分所？说的就是。你说上次毕佳怡那个事儿之后，多大影响力啊？咱们安和不仅怒刷了一波存在感，而且现在来咱们这儿的那都点名要找董主任。那刘总他不就是吗？就这个状况。 他们诺信，他马丽娟，还有什么号召力？哎呦，还开分所，赚得着钱？你说，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打肿脸充胖子？哎，不管了，他们亏了跟我们没关系，最好他们亏钱。对，你今天不来找我，我也想跟你说，我仔细的思考过了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 不光是你的年纪比我小，还有你考虑事情非常的不成熟。即使我们勉强的在一起，也没有什么未来的。对不起。太惨了吧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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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。
没事啊，那你跑你的呗。我跑完了，你是不是真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来公园吧。不，我没事儿，一点事儿没有。你放心，哎，拜拜。十一份都在这儿了，都在这儿呢。没有，居然一份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丢一次人还不够，还要继续丢人？可能就想这样吗？刘总，您别激动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我相信这个事儿我们是可以解决的。刘总，这个事情没什么好丢人的，我们鉴定中心做了这么多年，比这奇葩的事情见多了。而且您看，您每次来都买同一款咖啡，说明您是一个认定了一个事情会非常专一和坚持的人，这一点跟我们中心的理念非常一致，所以只要你有需求，我们会一直做下去。都说你们中心专业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客气。请您相信我们的专业性，您看后续的事情我们会继续跟进的，好吧？来，这边请。是专一呢还是偏执呢？是工作。哎，刚刚送走刘总的时候他说他又有信心了，他这回又找出了几个怀疑对象，估计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过两天他还来啊？还来啊？服了。哟，这居然还有你看了不想八卦的案例啊？这看来你对狗血剧情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哼，不错，有职业性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董老师，可能要麻烦你们跑一趟了。我是老毛病犯了，医生建议我休养，所以我搬到山里别墅来了，有点远，你们得开车过来了。行，那我安排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艾姐呢？啊，她说这两天孩子有点事儿，请假了。什么？刘总说他身体不舒服，在山上的别墅养病，让我们过去拿一下检材。行，那我去呗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还没有鉴定人资格，我去吧。哎，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去的。我们是去工作，又不是去郊游。我收拾一下资料。喂，艾妈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到镇西了？我现在在忙，要不我给你叫个车呗？放心，进去，我想取个检材，没关系。嗯，好，行。艾妈，那你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再等一会儿啊。好，拜拜。那我跟我妈先会合，然后。完了，你给我发位置。好。嗯，开慢点啊，我先接我妈。拜拜。Thank you.
抱歉啊，刀老师，这里比较偏，还怕你找不到呢。没关系，请进。随便坐，你能来我特别高兴。刘总，我就不坐了，剪裁你交给我，中心还有很多事情，我得着急回去。哎呀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工作是干不完的。你看我这不就病了吗？就是什么，年轻时候太拼了，现在身体就垮了。我上次看你好像很懂咖啡，我这别墅里有几款新品，一起品尝一下怎么样？刘总，咖啡我就不喝了。哎呀，董老师，你大老远跑来一趟，我总不能连口水都不请吧？这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，啊。走吧。给谁打电话呢？你未来儿媳妇儿。这个是认真的？是呀，我也还想带给你看，不过人家还没答应我。儿子多有魅力啊，什么样的姑娘追不着啊？那是因为，嗨，因为他太特别了。没事，你见到就知道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您放前面那路口，你自己打车去酒店。那他打电话一直不接，我有点担心。喂，你这臭小子，打算把你妈扔大街上啊？哎，你又不打？哎，我拿行李，臭小子！图的是什么？图的就是我的钱，难不成还图着我的年龄呢？啊？你听我说。其实我第一眼看见你，就很喜欢你。有那么多鉴定机构，可我却一次一次拿给你们公司。你要干什么？就是为了见到你。别过来！今天你能来，就证明你对我有意思，我对你也有意思。你就别在这装了，都已经背叛我了，现在我只有你了。来吧，宝贝儿。我说，董念叔，念叔，回家吧，啊！会对你好的。只要你不背叛我，我
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刘总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成了小孩？你谁让你配合我啊？叶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死！这是死！